笨蛋宝宝，虽然不理我，我跟你说，家里是不是没有猫粮了？你看家里是不是没有猫粮了？那宝宝吃什么呢？啊，吃空气。那妈妈是不是已经在家陪了你快半年没有上班了？你想一想，管家是不是也没有出去上过班？我去问我妈。妈妈出去打猎五天哦。管家被路人阿姨抓去拍照了。说好的出来打猎呢？还有巨大的蜥蜴向我爬来，不是出去打猎吗？怎么被打猎了？管家，我还是喜欢猫科动物，因为它们都对我没兴趣。看看我们不在家是不是只吃自己的饭饭。我们不在家老咪是真开心呐。